女生，我想问你啊，你觉得你这么做有意义吗？其实我没有说要报复他，真的没有。我就觉得说，就以前我什么事情都以他为主的时候，感觉他也没有那么在乎我。我就想着，那我就做我自己就好了。我就是说，你在和这个男人继续有意义吗？因为在我的感觉非常明显，你对他的爱都已经消耗完了。你现在已经是你到底是不敢再像以前那么爱一个人了，还是说你觉得这就是一种爱的正确的方式呢？所以这个男生并没有教会你懂得如何去爱，你在用一种自己都不知道的，其实在我们看来你已经对他没有爱了，但是你认为，好吧，那我就做自己，这就是爱。你们失去了互动，你们失去了有效的沟通，但还在以为这是爱吗？明明在我们看来就是报复，你不自知啊，所以你也没有从这段错误的感情当中你走出来。为什么一定要和他继续呢？这个男人明明就是不爱你，这段关系真的不值得再继续下去。听见没有？赶紧转身离开吧，男生，你压根就不爱你，你就找他能照顾你吗？还能讨你妈妈的欢心吗？哪去找这样的女孩呢？对不对？我告诉你。这样女孩有，可如果你是这样对待感情的话，你就是找不到。就这样，我觉得不是报复啊，我觉得是报应啊。姑娘你很好看，你刚上台我还没留意到啊，现在越看越好看，脸上闪闪发光。今天你这段感情要能在这个舞台上戛然而止，你就更好看了。你发现有一点没有？你用以前恋爱脑的方式去爱她的时候，你发现的是她的无情。你用现在节制的方法去爱他的时候，你发现的是他的自私。一个无情的人不值得爱，一个自私的人不应该爱，是不是这个道理？所以你现在哪怕用你的方式去爱，方法是对了，人还是错了。为什么要把自己有限的生命消耗到一个错误的人身上？这是一。第二个，我不觉得他跟你谈过恋爱，我觉得你们两个人只是在一起过。有什么区别呢？你啊，从前啊，就好像是一堆火，它是一盆水，火在烧那个水，把那个水给烧开了，水烧开之后跟那个火说，哎，我已经开了，你滚吧，把你给踢走了。然后他那个烧滚了的水里面呢，下面条啊，下饺子呀，下完了，下完之后那个水又冷了，他又想起你来了，哎，我那火呢，赶紧再过来呀，还想让你把它给烧开一次。你曾经那么炽烈的去爱过一个人，你得到了一个教训，你终于知道这个世界上原来还有那么无情和自私的人，这对于你的一生来说都是有好处的。我希望你去找到那个可以互相温暖的人，而不是那个希望你把它烧开的人。就这样。